按连接网址，会连接到 YouTube 频道。抖音首页的网址，点按下去会连接到 YouTube 的频道。你看这几个字上面第一行已建立的播放清单，按下去有700多项播放清单，要按那边才会全部都显示，不然首页都只有显示一点点而已。道场的教育啊，读经啊，闽南语的、国语的、英语的读经，三教经典、闽南语读经，是三经的国语的读经、易经的读经，台湾庙会养生之道了，学生参考资源呢。有经典研究啊，直播的啦，短片呢，有一个影片，4秒钟的吼，观看次数，那可能得快2000了，或者超过2000次了。不一定啊，4秒钟的影片竟然有那么多人观看，短片呢、啊？